骨就得合骨，合骨就得正骨。教育偏差道德痴迷，社会有过乱，法律含糊良心怕无做案很凶残。抗议游行人民冲动，可怜那些蛋蛋啊！外来文化有样学样，婆婆受影响，故有传统淳朴善良，坏事变得亮。路人剁手切杀，需要千疮百病强。台南放位媒体报道出名，变作英雄强。啊，早一天一大案件，全国大细惊。现在一天三五十件，嘛是无算啥。银行便衣抢甲超速，计程车司机过路的人，趁早有话就请传单伊啊。表扬识得古墓作证，一路代志会发生。有钱惊人吓，无钱惊人怕。外口全枪支，存款上卡死。厝内泡茶出代志，囡仔学生人带去。公共危险遐厉害，是不是发生咱不知？表扬识得古墓作证，一路代志哪会发生？不定是早餐怎解决，百姓无奈也无法。台湾国家会惊会带，移民国外惊台湾。社会乱甲无声无息，常常出出大代志。大完小完去修理啊，嘛家己失地地。大会小会检查条条，个人团体拍来拍去，定定带上大空细细。你教我，我教你，人人相信的看消息，这是真好的架势。人人开始拢有意，其实恁爱嘛自己，要向人民对不起。每摆若是发生事件，骂天骂地骂官骂家，责任体体要归人人。有关的人凭良心嘛，敢讲恁拢无责任？民选已经这么多年，社会愈来愈晦气，未选风干八十天，选票事实不太利。选你是要创啥物？分党分派，自私自利，开掉人民的血汗钱，政权是非皆得钱，这条汗钱哪乱去？可怜的也是咱百姓。外来文化有样学样，国人受影响，故有传统淳朴善良，坏事变得样。路人剁手切杀，需要千疮百病强。台南放位媒体报道出名，变作英雄强。啊，早一天一大案件，全国大细惊。现在一天三五十件，嘛是无算啥。银行便衣抢甲超速，计程车司机过路的人，趁早有话就找传单伊啊。侥幸识得古墓作证，一路代志哪会发生？有钱惊人吓，无钱惊人怕。外口全枪支，存款上卡死。厝内泡茶出代志，囡仔学生人带去。公共危险遐厉害，是毋是发生咱不知？谣言实际古墓作证，一路代志哪会发生？不定是早餐怎解决，百姓无奈也无法。台湾大哥会惊会带，移民国外惊败坏。台湾，台湾，一当时，一当时，才有平安无事的日子。